你就迁就一下这件，这件好看吗？这件好看吗？ I think I might be into you。 后面那一条其实是绑绳，那其实是绑在这里，可是我绑不好。我看怎么办，绑不好。
拉拉队衣服要紧。是，哎。这段舞蹈叫做弹簧舞。水波舞，水波舞，非常弹簧。兄弟步步跳。圈圈，圈圈圈啊，圈圈圈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圈圈啊，圈圈这个字很诡异的，欢迎圈圈，欢迎圈圈，圈圈，哎呀，就是你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本人来了。哎，圈圈，圈圈在前一阵子造成那个整个社会的大波动，就是大家所有的奇怪，不管手机也好，电脑也好，荧幕都是你，洗版的哦，厉害厉害，恭喜恭喜！请问您的身高是？160公分，哇塞，还行吧，想太好，可以可以，非常棒非常棒。那三围是？32、25、35。这第一就讲出来嘛，客气，不用害羞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好客气的？请问您星座是？牡羊座。哎，我有，不是牡羊，你们这个拉拉队为什么要这么多牡羊座？牡羊座比较俏皮啊。哦，比较可爱，可爱可爱，开朗，比较波动，对，而且比较波动。母羊座是这样，母羊座是对朋友超好，大，对，你们对朋友都会很好。那怎么自己怀疑的表情？真的假的？所以你昨天才把朋友打一顿的。一般呢，母羊座跟他们交朋友，他们会对朋友很好，是。但是谈起恋爱来呢，哎呦，哦，就比较执着一点了，就比较硬派。嗯，硬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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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爆红的原因就是一个球衣，请问一下哈，就是说这个球衣怎么会这样子合身？是在哪一家西服店这样子定制？西服店做内衣干嘛？怎么就你的有腰身？感恩谁？没有，其实最大问题应该是都有腰身，最大问题就出现在球衣上面。对啊，对，就是我们今年的球衣做的比较合身一点，很好，所以大家的对太好了，弹性也比较好，弹性也非常好。为球队敬礼，掌声鼓励啊！再前一点，对不对？球队战绩要好，拉拉队衣服要紧。是，我们先来看那段影片。强哦，对啊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这一段舞蹈叫做弹簧舞，水波舞，水波舞，非常弹簧。兄弟蹦蹦跳，不是我说兄弟那两个字，对，真的。所以说这一段影片真的是我跟你讲，帮球队真的很大的忙。好活。